上下。上下。这是调灵敏度，一般又灵敏度一般就是默认的是五。啊，灵敏度一般是五。对，后压值。后压值。这十呼压值就是根据那个呼压，在实际切割的时候，这会显示它的实时呼压。把这调成它实时呼压，它呼压是不断变化的，调成它的最大值就可以了。最大值。你比如调，它调216，126，125，124，123，又调成126或127就行。它都是可以实时调的。最后一个也是上下，也是升降。这一个。这个是升降不会错。这是升降，这个是自动，一般又打在自动上，自动手动，手动操作的话，一般就默认手动，它自动加工的话啊，就是自动，这会亮。对。然后这就调灵敏度。对。也可以是调递增。加一的，你转一下就一加一，这是调呼压值，在这个界面上，那在这个界面上又调这个，你看这一个的话有十个的价，十个价，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一个的价，这是加一，这是加十，这不都有吗？然后调好，这不定位高度嘛，这是定位高度，就是板。